大勋让人琢磨不透，真的。为什么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型的，你知道吧？都不喜欢。好看的。问你两个人选一个人好了，好不好？嗯。杨幂跟Angelababy。杨幂啊。杨幂跟迪丽热巴。杨幂。为什么都要杨幂跟呢？因为你选了杨幂，我就要杨幂跟别人在比啊。也太甜了吧！杨幂、魏大勋被曝在一起，魏大勋曾经在某综艺《快问快答》最喜欢的艺人时，两次首选杨幂，好甜蜜！我的脑海里已经想起《有点甜》这首歌了。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吗？什么是爱情啊？就是。姐，这交给你了。姐，今天真的太棒了。蜜姐下跪了。魏大勋，我叫勋哥吧。嘿，小胖，大勋。蜜姐，我来了。